你要战胜了自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拿出这个枪，拿出这个炮火来，来，以后其他兵的要死在里面。这是转了以后对作战能力的一个检验。 肯定是荣誉之战，也是生死之战。南部海岸，一支海军陆战队正在全力备战一场大型两栖作战演习。这是他们由陆军转隶到海军后，首次倾全旅之力进行的全面检验。 几年前，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陆军模步精锐，伴随改革大潮，军装由深绿换为深蓝。2015年，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实施阶段。 中国裁减军队员额30万的消息引发世界关注，机构压缩，人员锐减，但是海军陆战队却扩编组建。我们国家海洋国土面积，还有海外利益。 和海上权益，如果单靠现有力量，这个任务是很难完成的，需要陆战队扩编成军。军改之后，多支陆军部队整建制转隶，加入海军陆战队，他们需要在短短几年内就训练成为一支可以担负起海岸海岛防御。 跨海远征和支援任务的三栖精兵，陆战队战斗作风也好，战斗意志也好，还是战斗技能也好，各方面都是有种选优、强中选强的力量。模的话，部队一下改成两栖机械化作战部队，无论是战备训练还是其他各项建设，模式都要改，这个跨越是非常大的。 合成多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昔日的陆上猛虎，想要在数年之内蜕变成为海上蛟龙，空中雄鹰，就必须百炼成钢，浴火重生。我们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是泡在海里进行海上技能的提升和训练，还有一半时间在陆上对基础体能和技能的强化。 普通的陆战队员要求你是3000米，武装500米，那你像我们就要达到1000米。在南方训练的时候，车内温度已经接近50度，车体温度已经接近70度，每个人有一个小风扇，所有人员的衣服全部湿透。勇敢是勇敢者的通行证，胜战是胜战者的座右铭。 冬去寒区，夏赴南疆，上高原，进沙漠，穿密林，在不同地域环境下，这支部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经历了极为艰难的蜕变之苦。宁愿脱掉一层皮，也要竖起一面旗。昼夜间幅度装卸战训练，搞了1800余次。 完成了核心技能的专攻精炼。
今天终于到了全面检验的关键时刻。随着侦察兵登岛上岸，一场大型两栖作战演习正式开始。小时实战淬火，这支海军陆战队全体官兵以过硬的能力素质通过检验。从此，他们的脚步由山岳丛林到孤岛荒漠，由滨海岸滩到挺进深蓝，一步步走向更为广阔的海洋。转型需要迎难而上的勇气，重塑需要战火硝烟的洗礼。人民海军转型重塑的一个个标志性事件，如引领舰船航行的重要航标，照亮了他们勇于挑战的新航程。飞行甲板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因此被誉为刀尖舞者，他们每一次起飞都是惊心动魄的考验。多年来，随着中国航母陆续入列，为了加快航母人才建设步伐，人民海军探索出了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双轨并行的培养路径，成为舰载战斗机飞行人才培养的风向标。最开始的改装班次的培养呢，我觉得它主要是解决一个部队急需的问题。选择成熟的飞行员呢，到这个舰载机部队呢，能培养的成功率会更高。舰载机的部队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他肯定要有源源不断的这种新鲜血液的这个供给。我觉得生长培养呢，肯定是舰载机作战部队它能够长远发展并且保持活力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哎，油门加一点，不要低。2022年9月，新一批学员正在进行上舰之前的训练，再过几天，他们就将飞向航母进行航母资质认证。这些学员普遍年龄较小，他们正是在生长模式下由院校直接进行选拔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舰载机飞行员，能够在自己20多岁的时候就实现独立飞行舰载机的梦想，这曾经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天之梦。回想起这一路吧，感觉对内心的感觉就是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在我参加招飞之前，可能飞行员离我来说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后来呢也成为了一名飞行员，但是当时又觉得舰载飞行离我又特别遥远。王鹏曾经觉得特别遥远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梦，因为生长模式的培养，如今已近在咫尺。他现在的教官孙逸飞，正是第一批生长模式下成功认证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当时给我们这个就是说，现在国家需要这个模式，你们要去做生长一期，去走这条路，才发现。我这件事太伟大，因为我做的不光是自己的，还有为整个后续的舰载机事业有帮助的一些事情。
这些生长一期的学员迅速走上战位，他们用高强度的训练弥补飞行经验的不足，最终在2020年11月飞向航母，顺利取得航母资质认证，生长模式的路径成功打通。觉得他们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遇，因为像我们这一代的飞行员呢，能够飞上三代机，那基本上都在接近35岁、40岁，那么他们呢，可能刚刚走出校门，20多岁，就有这个机会加入到舰载机这个队伍。生长一期成功后，激励着大学里每一个有着舰载机梦想的飞行学员。我就觉得这个航母飞行这个视野离我也是头一次感觉这么近，之前一直是改装起班，只有他们是从院校直接出来的。舰载机飞行员的这个路途，这路已经铺到了我们的脚下，就是沿着孙教官的这步路，只要我付出努力，我就可以成功。如今通过生长模式的培养，王鹏和高原等新一代海军飞行员飞出了人民海军改革创新的新航标。站位航向135，航速20节，站位时间22分钟。舰载二者，主炮做好对海射击准备，二舰人主炮系统对海攻击准备好，打击目标幺洞洞幺 P， 对海长组织射击，主炮坠，打击目标幺洞洞幺 P， 开炮。导弹护卫舰运城舰常年在海上执行战备值班任务。亲爱的战友们，大家晚上好，预警声广播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运城舰在海上航行的第170天。我们运城舰官兵啊，这两年的任务是非常饱满的，每年的出海时间都超过了300天，航程呢达到了8.5万海里，相当于啊我们绕地球赤道3.8圈。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200天啊就算比较多的了，现在是随着这个形势的变化，我们的任务越来越重，所以说兵力出动的强度比较大。最近3年吧，我们平均每年将近300天，我们最长的一次是338天。2019年12月初，运城舰随第34批护航编队起航，但是他们不会想到这一次的出征将打破人民海军驱护舰当年出海的最长纪录。海军175编队赴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欢送仪式现在开始。就在运城舰出航不久，因为任务需要，他们在护航期间不能再靠港休整，只要在海上，战舰就要24小时保持战备状态。170多天的护航任务，运城舰的战士需要连续盯在战位上，避免出现任何安全问题，才能确保护航任务顺利执行。任何一个人如果思想心理出现问题，或者是身体受到了伤害，如果舰上这个情况没有办法处理，那我们这个舰就只能返航。在170多天的护航任务中，运城舰全程没有靠港休整，他们攻坚克难，最终圆满完成护航任务，回到祖国。但是本应回港休整维护的运城舰，却在短短几天过后就加入到了守卫南海的战备任务当中。
能够完成好一切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一次次突破成为一座座航标，照亮了人民海军走向强军的新征程。回望来路，这些航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里成为了海军官兵的精神标的。人民海军第一支快艇部队、第一支驱逐舰部队、第一支潜艇部队、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第一支舰载直升机部队的老装备都收藏在了海军博物馆当中。今天，海军博物馆工作人员整装列队，等待迎接一位老兵的到来。麦贤德，2017年全军首批八一勋章获得者之一，在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中，他用生命铸就的精神标的珍藏在了海军博物馆当中。上世纪60年代的八六海战，是人民海军成立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海上歼灭战。麦贤德当时是611艇的机电兵，他在头部中弹、脑浆外溢、鲜血模糊双眼的情况下，誓死战斗3个多小时，直到战役完全胜利。从此，钢铁战士麦贤德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英雄。麦贤德。军的建设与发展当中，有的人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在明珠2岁时，他的父亲舰载机飞行员张超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因战机突发故障壮烈牺牲。后来那个飞机出状况了，然后他没有跳，还在飞机上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跳。
这是明珠小时候最大的疑问。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当他了解到父亲张超在战机遇到故障后，本能地将操纵杆猛推到底，选择挽救战机，但是却失去了可能逃生的4.4秒。4.4秒的抉择，明珠渐渐明白了父亲，也让父亲成为了他心里的大英雄。2019年9月17日，习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麦贤德、张超“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一名名铁血英模，激励着一代代海军官兵义无反顾冲锋在前。在迈向强国强军的伟大征程中，这些奋斗和成功、探索与突破，定格为一个个举世瞩目的如炬航标，标注了人民海军改革强军的新刻度，成为人民海军走向强大的时代见证。风帆扬起浪花雪，浩瀚的大洋是你见证这一切，大海壮志炽热的胸膛，人民海军代代有豪情。准备下去。一直不停推断抵达 H 八点的时间。如天，还是凝结，心在凝结，砥砺前行，生。